宝，家宝，家里以前还是饭店旅馆，现在好，连睡觉都见不到人了，整天跟马大嫂打交道，有啥出息啊？哼！哎呀，哎哎哎！死人呐！我辛辛苦苦帮你联系好了，还要我抱着你去面试啊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看你的死样，谁会要你哟？你，我是上当受骗了。当初看你肩膀宽宽的，以为你这个男人可以依靠，结了婚我才知道。原来啊，你是个削尖，脖子下面就连着手臂。嗯、啊，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那你不用一直带垫肩了。这又不是我，制服上都有垫肩的吧？哼，我又不是诚心骗你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呀、啊，家宝，快把西服穿上。穿西服干嘛呀？哎，傻瓜。第一次去保安公司见面，总要给人家留下个好印象喽。见什么面啊？我好朋友小晴的丈夫办了一个保安公司培训中心，需要一个业务总管。我看你啊，挺合适的。我不合适，我不去了。傻瓜，那边工资高呀，按时上下班，比你当民警好。当民警怎么不好了？我告诉你吧，我就喜欢干民警，我干惯了呀。好好好，那你破个大案给我看看。嘿，你还别这么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啊？去。来吧。耶，哎哎哎哎，不许走。哎，我好容易拖着人有了这么一次机会，你不去啊，我就撞死在你面前。哎，那我到所里边去跟他们说一声，然后再出来，好吧？骗我怎么办？哎，我要是骗你啊，就出门让汽车压死我，让人杀了我，然后……呸呸呸！净说些不吉利的话。哎，走了。那，走吧。有点腥啊。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。哎，大年，嗯，回来了啊，这么早？哎，今天调休。哦，家里的被子，还等着洗呢。哦，好不容易天晴了。做男人不容易，肩上担子重啊。啊，哦，佳明啊，你的那钱我马上还给你啊。算了，小事一桩。不行不行，要不这样，你现在就跟我去拿一趟。也好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啊。走吧。嗯，这天可真好啊。哎，阿菊啊，起来了。阿菊，今晚我们等你啊。不高兴错了。哎，你不高兴错了，可不能不让人家大年翻本吧？昨晚他输那么多，总得给人家一个机会。再说吧。哼、啊，大年，你们家什么打翻了，都漏到楼底下来了。阿婆怎么了？
也不知道什么打翻了，漏到楼底下来了，黏糊糊的。这，我帮你上去看看。哦，佳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肖敏？肖敏，快快快快报警的，报警的啊！肖敏，肖敏，你怎么了？等一下啊！快叫救护车！快啊！来，让一让，谁能进去？给我下来！小毛，你下来，下来！别再看热闹了啊！哎，你们那边不要来，让一让，往后有什么好处？哎呀，我进去让开，血这个多呀！哎，都往后，往后，不要吵了啊！报告，案发时间是早晨8点钟左右，我们到的时候，现场已经被破坏了。怎么搞？怎么这么乱？你们不懂来来来，大家都往后啊！不要再吵了，来往后，大家往后，快快快，来都往后，你也往后。他也是我们派出所的。哎，我是派出所的万家宝，这片是我的辖区。刑侦队于刚，哎，你好你好。哎，你继续讲。啊，离开远点。来往后往后。我看是图财害命啊。凶器是分量较重的利器，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。扩大范围找凶器。受害者赵敏的内衣内裤都被不同程度的撕破，初步判断是强奸未遂，杀人灭口。谁最后见到赵敏？是程佳明。你讲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哎，昨天晚上赵敏回家好像很晚，像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神色有点怪呀。你说什么？谁拎不清？谁拎不清啊？我管自己家男人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哼，昨天晚上我们正在搓麻将，他老怪的冲到我家来骂人。佳明平常和他最要好了，昨天也被他骂了一顿。你给我闭嘴，你是男人就别向女人开口啊。别姐出去，什么呀？没有，我就站在这儿。什么事？把孩子带走。不要紧，需要一下。别挤我呀。别挤，别挤，我不到来。孩子带走，我没不出去。后面同志不要挤，不要挤。我眼睛看不见，吃饭，走吧。我发现小敏昨天晚上不大高兴。是小敏吗？你那么晚才……今天早上您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我一早去公园了，我回来想喝水，我发现水里呀有股腥味儿。你刚才说你和赵敏在同一个工厂。以前是，后来小敏辞职出来到现在的凯丰公司上班。你能说说平时和赵敏交往比较密切的人吗？尤其是异性。小敏换工作后接触的男人很多，我都不认识。哎，同志，有没有送进来一个头被刀砍了的？哦，在那儿呢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小鱼啊，哟，你们动作可真快，一眨没眼啊，这车就开了。
我回到所里边去汇报了一下。哎呀，真对不起，刚才您跟我讲话我没听清楚。你看到我现在这个，这是赵敏的丈夫和他的母亲，赵敏正在抢救。老钱啊，今天早晨你是几点钟离开家的？和平时一样，早上7:30左右。啊，吃完早饭就走了？嗯。跟赵敏一块吃的吗？不，我早上起来去叫他，他不理我，我就去买生煎，想替他带回来。在什么地方买的？就在龙潭口。啊，我买回来他还躺着。我想昨天晚上我搓麻将输了钱，今天他一定不高兴，于是我就把早点放在了桌上，然后我就去上班。我万万没有想到。赵敏说过他今天要出差吗？哎，这是抢救室，找人到值班室去。值班室？哦，难呢。请问这里哪位是警察先生？我是啊，我是凯丰公司的行政主管江林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啊，于刚。你好，于先生，赵敏怎么了？哦，对不起，是这样，我们刚刚听说赵敏出事了，不巧公司的裴总经理下午和日本客户约好要谈判，不能过来，所以我想先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了解什么情况？我倒还想问问你们呢。这案子还没破，现在我们还很难断言到底怎么回事。就现场的痕迹来看，像是强奸未遂、杀人灭口。是吗？那是谁干的？你别跟我装糊涂，你给我说清楚。你给我放开。你说放开小敏到底干了些什么？你放开我。小敏到了你们公司才出事的。你放手啊。你跟我说清楚。你这个人脑子有毛病啊。你们还我的女儿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。哎，警察先生，你看他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着急了，不要吵了。来，哎，老钱，你快劝一劝啊。算了，妈。哎，走，来，坐这儿。啊，我打一电话啊。哎，等一下啊。不是，我马上回来。来，嗯，给你啊，简单点啊，快没电了。喂，啊，裴林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过不去了。不是，我这有事脱不开身啊。哎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喂，那好，喂，咱们就这样，谢谢啊。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。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嗯，有事儿？没事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手术很成功，目前出血已经止住了，颅内碎骨已经取出来了，这两个部位还有皮下血肿。啊，太感谢你们了。这么说他能活过来了？还不能这么说，病人来的时候出血过多，大脑又受过严重的损伤。对对，其实呢，人体是十分复杂和微妙的，医学不像数学一样一加一就等于二，手术成功并不完全意味着病人就能得救，关键要看病人自身的身体状况。哦，小琴啊，你跟你先生打个招呼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呀。啊，哎，毛毛，你好好拉。哎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让他白等了。啊。谢谢谢谢啊，他回来啊，我不会放他过门的，下次啊我陪他一起来，这事就拜托你了。啊啊，谢谢，再见。嗯，哎，佩莲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活该。你哎，
哎，谢谢啊。你说说，今天为什么不去保安公司啊？啊？嗨，我在辖区啊出了人命案，实在不能去。出了人命案，这是刑侦队的事，你操什么心呢？就知道瞎起劲。嗯，这也是我的责任呢、啊。嗯，多真是饿极了，好像。哎，今天这个案子啊特别蹊跷，很恐怖的，你想听吗？你说一个女人啊，在她自己家里，妈妈，难听死了。哎，别急别急，我第一个。好嘞好嘞好嘞，先让我再上。好嘞，都有一样的，你上班都有，我们也要上班的呀。谢谢，没几个是的。来来来，你的二两，都有。我们这里进出有保安检查。啊。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老万，你可真忙啊。啊，你就是赵敏家邻居程家明是吧？哎，你记性真好。找我啊？哎，走，所里说。好。哎呀，你可真难找。来吧。老万，我知道谁是凶手，是凯丰公司的总经理裴成峰。嗯，给，哎，啊，请坐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他一直调戏小敏，小敏跟我说了好多次了。哈，这么说，这赵敏什么都跟你说是吧？我们是朋友嘛。哎，我有。哎哎哎、啊哈。能说这种事儿，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啊。老万啊，你这个是老观念了。其实啊，我跟小敏是同学，小时候有人欺负她，都是我帮她打架的。嗯。后来她去了农场。嗯。又嫁了大年。那个大年就帮她打架去了。她？啊？哎，一朵鲜花哟。你是说这朵鲜花呀插在了前丰年那个牛粪上是吧？老万，这话我没说过，是你说的。爸，你说裴成峰是凶手有证据吗？证据？要什么证据啊？哎，眼看小敏不行了，我要是不说的话，有谁知道裴成峰对他动过坏脑筋？我不能让小敏死得不明不白啊。哎，法律不能讲感情，要讲证据啊。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保持联系，好吧？好，好。那我走了。啊。老万。啊，还有事儿吗？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妈和我妹妹的孩子要把户口报到我这儿来。啊、在楼下办啊。哎，我知道，老万。最近不是在搞动迁吗？这户口都冻结了，难办的要命。在这儿我只认识你一个人。你听我说，第一啊，我没这权利，第二要按规矩，还是到楼下办啊。这哎，老万，听说你有个儿子七岁了，一年级。哎，这游戏机可是最新的，给他玩最合适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老万，咱们不是朋友吗？只要这事你帮我办成了，你放心。你听我说，我这不是小菜场，也不能讨价还价。你要办就下楼啊，要不然就回去吧。哎，这，哎，哎，老万，到时你帮我说两句话总成吧？哈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哎，小鱼。老万，小鱼，局里已经同意你协助我们工作啊。先了解一下附近外来人员的情况。我今天跑了几个地方，没什么线索呀。哎，你是老公安了，情况又比我们熟吗？哎哎，赵敏单位去了吗？哦，还没有呢。啊，我先去了前丰年的工作单位，也就是赵敏以前的单位。哦，群马针织厂。哦，他们怎么说的呀？赵敏呢，很能干，又聪明又厉害。啊，前丰年是个有名的妻管严，人是个好人。他俩从农场回城后一起进了厂。后来赵明辞职到了凯丰公司，嘿，真没想到他飞上高枝变凤凰了。
从一个勤杂工居然爬到了财务总管的位置。他们这个公司经理啊，就是那个裴正峰，咱不知道什么样。嗯，可是我觉得程佳明跟赵敏的关系不错。另外我还觉得那个阿菊啊很喜欢钱方年。哦，啊，先进屋，咱们交换一下意见。哦，都在这儿呢。哎，哎，老赖啊，你坐，怎么样？里边有人。啊？走了啊！真是检察院的来干嘛呀？开封公司大概出了什么经济问题？小米是财务，他们本来想找小米了解情况。可是，啊，你先进去吧。赵敏，情况怎么样？他还是老样子，昏迷。啊，老钱啊，你好好想想，赵敏有没有说过第二天要出差啊？没有。他整天的这么跟你吵骂你，你就没想到离婚？大家夫妻不是吵吵闹闹过日子了，结个婚也不容易，难道说离就离？不容易啊。我这人呢没本事，小敏嫁给我够委屈她了。爸爸，都贴好了。儿子，帮爸爸破案。嗯。哎，爸爸，破了案，你要给我奖励的哦。当然了。儿子，再给爸找两个。Yes, sir。家宝，我们厂隔壁的店啊，清仓处理，我买了好几件衣服，便宜的，你看。佩玲，你试试。回来了。嗯。嗯，哎，妈好妈好，便宜合算的。想回到保安公司去啊，就穿这件啊。还去啊？还去？你去过了？不是，佩玲，我看这调动工作的事儿就算了。你住嘴！嗯，要不是我和小琴的关系好，这美差啊早给人抢去了，拎不起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爸爸。爸爸，只有这个了。嗯，儿子，咱们不是说拉琴吗？啊，毛毛，你昏头了？哎，是我让他拿的。好啊，我辛辛苦苦忙这个家，你倒好，地板你拖过几次啊？桌子你擦过几次啊？别人弄干净了，你糟蹋起来开心是不是？哎，我在排案情呢。你别跟我提这个案情，我不爱听，多管闲事。哎。不是多管闲事啊，局里正式通知我，让我参加侦破组的工作了，对吧？嗯。毛毛，拉琴去。对。哎。别。老孙，哎，来二两。哦，你来了。哦，好，
真香。怪不得生意好，是好吃。如果你喜欢，我每天给你留两个。走了。好，走了。都好。是吧？小敏，小敏，你看谁来了？赵敏，好点了吗？老万，你坐。没事。小敏，喝点豆浆啊。坐。来。再喝一口啊，来，慢点慢点，来，好了，不喝了啊，来，我得走了。小敏，现在坏人多，有人敲门千万不要开，中午回来我给你做饭啊，我得上班来不及了。咱一块走啊。走吧。哎，妈妈，别动！哎呀，你爸一个月的工资呢？嘿，家宝，洗洗手，把案板给我收一下。爸爸回来了。啊。什么？我是不。哎，我这么大个饭店，才给我10万块钱，就十万，开玩笑啊！什么？就是啊，就是给你10万块了，就是啊。哎，你们说这个，你看，哎，不是给你三房一厅了吗？就是，哎，三房一厅可以开饭店的。春节前，凯丰公司与阿 K 株式会社有一笔交易，账面漏洞很多。你想起来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啊，请你好好回忆一下，当时你们有完没完？他已经说了，他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不知道。他刚从医院回来，你们就这样追问他？你们不知道他是个病人吗？那我们先回去了。你们想起什么来，我们再联系，好吧？走吧。我怕谁？我反正是横下来了。哎，阿明，阿明啊！哎，老太太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好好说。哎，动迁组的人呢？不要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说了，不要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。我整天上区政府吃饭，你这样的，哎，阿明，我这个人最重要的，哎呀，我怕谁？阿明啊，回去，哎，别瞎说八道，不要说了，不要了，我又没说什么了。凯丰，凯丰。我不要听，你不要任性，不要你管，不要你管。阿珏，你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。这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你怎么这样呢？你不是过得很开心吗？以后不要来了。阿珏，你走，你走啊！你听我说呀，阿珏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你走，你走啊！小姐，请你把那件衣服给我看一下。爸爸，这真是你一个月的工资吗？什么呀？哎，儿子，帮爸爸破案好吗？好啊。
来，哎，摆好啊。嗯。好，你说这里边谁是凶手啊？嗯，这个。为什么？这是尖尖的，可以刺人。啊！家宝。儿子，快！哎，哎呀，哎，佩玲啊，回来了。我帮你把合同签了。嗯，保安培训合同啊，我拿你的图章去啊，一分钟就搞定了。下个月啊，正式上班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帮我签这份合同呢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你老婆。你老。哎，老婆也不行啊，这要通过组织，组织不批准你怎么能自说自话呢？你给我，给我呀。哎，合同都签了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郭佩玲，你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啊，你这个人还知道不知道尊重别人呢？咱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是那么温柔善良啊，那些都是假的，都是装出来的。好啊，今天你总算把话说出来了。你想换个年轻漂亮的是不是啊？你去啊。我也不想想是谁把我害成这样的。哎，不是你这扯。我你。万家宝，孩子咳嗽，你还抽烟呢？哎，爸爸，八条，爸，嗯，一杯。哟，打下来就碰得着，大年，你小子今天手气真扬。大年，嗯。我看你最近才像个男人，没人管他管脚，一天到晚骂你，不要太潇洒哦。我手都酸了，小敏，你帮我握张牌，给他们看看。哎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子墨，这么快不下来，真这么巧？哎，拉子啊！小安，真太棒了，小敏，你替我们家挣钱了，来来来来来。给多少钱？给你，都是大的，我找不开。这样，我回家拿零钱，你们等我一会儿啊！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回来啊！哎，谁？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代表公司来看看赵敏啊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，你给我滚，滚！啊，你听我说，你看，快滚！哦，好啊，我走，别送。谁呀？哟，是谁？哟，是老万呐。老钱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你吓了我一跳。哎，不好意思。这么好东西放楼下上干嘛？是不小心掉下去的。来来来，我来吧，我来。来，上来坐坐。忙什么呢你？啊，没忙啥，在阿菊家打麻将呢。啊啊，你也上来吧。行。哎，好，来。啊，这边。大年，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哟，玩着呢。老万，我们这是卫生马甲，来这玩玩的。阿菊啊，我店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走了。阿菊，快要下雨了，我也先走了。啊，你们都走了，那老钱啊，别老顾自个儿玩，
多陪陪赵敏，啊？啊，对，对。六，好，太好了，来，啊，来，我拿上。哎，好。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嗯，小敏，太棒了。哎，小敏，还能再奖励一次，来，再拿好啊，拿起来，看你运气。赵敏，像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觉得蛮好。要说过去，真叫你没见着，他掀掀桌子，那真是家常便饭。给，啊，我不要。平常他骂我，就像他说话一样平常。这天下这么大的人，他把我赶到外面去。一单，就是一晚上不许回家。为什么呢？莫须有。来，来，老安，这祸和福都是老天爷安排的。他们现在说我。我很可怜，我不觉得。他们说赵敏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说这蛮好啊，哎，起码他现在对我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边啊，老板，男人嘛，这肩膀是要承担责任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还叫男人吗？老安，今天我一定要教教你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她要跟你吵，她要烦你，你千万不要烦，你要忍着。你呀，一定要相信，总有那么一天，会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，信不信？你先别笑，啊，先别笑。哎，我是不愿意我的老婆被别人砍上一刀。啊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看来啊，你是不在乎同时陷入经济案和刑事案中去的。你可以不合作。啊，不不。你们不就是想知道那天早上的事吗？是啊，来，你说一说。那天我接了个电话。是赵敏？不。怎么会是赵敏呢？是个女人，她怀孕了。她告诉我，让我送一笔钱给她，要不她就闹到我家去。我听了很气愤，可是又没办法，我只好赶去医院陪她做了手术，然后送她回家。我啊，那天中午你又回来换了套衣服是吧？哦，那天下午我要和日本客户谈判，小日本讲究这个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江林，那些都是他安排的。怎么相信你呢？我可以给你们个电话。啊，谢谢。那个女人现在应该在。啊，她能证明。
出事的前一天晚上，你为什么单独把赵敏留在公司里呢？爱好健美的朋友们，星期二健美操时间又开始了。我们首先进行热身练习，两腿分开，摆宽，活动一下髋。新疆健美操。这两次。好的，轻松一点。星期二。健美操。今天我们参加的有黄艳红。做健美操。做健美操。星期二，我做健美操，做健美操。慢慢放下，再来。星期二，做健美操，健美操，健美操。健美操，健美操。小敏。小敏，小敏，健美班，健美班，我去跳健美班。你坐下，你坐下。小敏，你听我说呀，什么健美班？我要健美班。你没有参加过健美班。你听我说话，小敏，你没有参加过健美班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参加过。健美班，小敏，你没有参加过健美班，知道吗？二三四，后抬腿。好的，跳一跳。等等，这种石库门房子啊，都得改造。老钱，上班了。哦，走吧。哦，耶，老板，蔡家，赵敏怎么样？今天小敏精神不大好。哦，他还睡着呢。哦。小敏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小敏就是不太爱听我的话。哎，我们可以进去吗？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请吧。哎，进来。你们最近忙吗？哎，还行。啊，哎，老钱啊，这赵敏好像胖了点啊。啊，吃得好，睡得也好，能不胖吗？就是这儿不大灵。哦，好。哎，你们坐。啊，好，坐啊。来。哎呀，真是太谢谢你了啊！天这么热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来，吃点水果。别忙了，别忙了啊！哎，真是麻烦你们了啊！还来看小敏。别客气了啊。赵敏啊，你好点了吗？想起什么了吗？是啊，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看你。你想想那天早晨。那天早晨发生的事儿还记得吗？早晨。你们看他这样，就先别问了啊！安
静点，安静点啊！好了，好了。哎，老万，啊，老陈，老，哎，来，抽烟。哎，不不不，啊，老万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咱们再联系啊。哎，有事啊？案子破了。你们怎么还没把那个裴俊峰给抓起来？抓是抓起来了，是经济案。哎，我早说过嘛，他不是个好东西。哎，老万，事情肯定不那么简单，是复杂。走了。哎，老万，好，出去啊。哎，老万，接着喜糖。哟，谁的呀？哎，进去看吧，自己。还没进门，先发喜糖啊？哦，是你呀、啊。你好。哎，快坐，我给你们泡茶。我想来说一声，我要结婚了。嗯。好好啊，恭喜恭喜！来喝水，啊，来，谢谢。哎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我孩子的父亲。好好啊，坐坐坐啊。嗯，出去一下，出去一下。嗯。啊，坐吧。你们这是？你还不相信我？不。到时候你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的。不。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怀疑我什么。我今天到这里来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我是喜欢钱丰年，钱丰年也喜欢我。怎么了？啊？我敢说。我们之间是清白的。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们之间是清白的。哎，你，哎呦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咦？怎么没有嘛？小敏啊，你们家那把大菜刀呢？就是那把大菜刀啊！你回来了啊，小敏，怎么随便叫人进来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我那讨债鬼的儿子跟我送来一块大排骨，我想跟你们借一把大菜刀。什么大菜刀？我们家没有。我上次不是跟你们家借过吗？小敏还记得你们家有一把大菜刀。小敏，你说对吧？我说没有就没有，他记得什么啊？他脑子坏了，你信他的话？怎么回事？我明明记得你们家有把大菜刀的吧？我还借过呢。平常蛮客气的，阿婆啊，今天真是见了鬼了，你别生气，发了那么大的脾气，别急，这个没用了，我去倒掉了。嗯，倒掉了，只有一点点水。嘿嘿。王家宝，谁让你到保安公司把合同给退了？佩玲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呢……你闹着玩的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花了3000块钱买衣服送人家，你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一声就把合同给退了。其实我觉着，你本来就不应该帮我签这份合同嘛。万家宝，这么说还是我错了了，你太没有良心了。妈妈，嗯，谁让你把我的香水拿出来的？不是我呀。那是谁？我在和爸爸排案情呢。什么？你把我这么贵的香水一瓶瓶倒掉了啊？你不好好读书，你情不好好拉，你将来能干什么你？你、哎、没出息啊！啊，我要当警察。你
我让你当警察，我让你当警察。行了，你儿子，就进去吧，啊。嗯，走。我让你当警察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看这袖子这么长，一看就是处理的。哎，直接。那是你自己没肩膀削肩，还怪人家衣服不好。哎，你也笑了吧？哎，我错了啊。啊。哎。说实在的吧，还是这警服穿着精神。哎。等一下，你把毛毛房里的痰盂罐给倒了。我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也要倒。没时间了，走了。哎，你倒一下吧，本来就不是男人干的事儿了。现在知道自己是个男人了。那你说说，我们家里的事情哪件是你做的？哼，当了这么多年的小警察，除了管闲事，什么本事也没有，连调工作都是我帮你联系的。哎，我可没让你去求人家啊。再说我也没想调动工作呀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是为了谁呀？哦，我哎，你为咱们这个家啊，你受累，你辛苦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毛毛房里的痰盂罐给倒了。哎，我来不及了呀，回来再说吧啊！回来都要发酵了，谁家不是一早起来倒痰盂罐的？谁家不是？耶，我们是来找你了解些情况的。哎，他呀，赵敏出事也是活该报应。像她这种女人，早晚有一天要被人杀掉。嗯，连小孩都不会生，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。啊，请进吧。啊，谢谢。请坐。嗯。你们喝水吧。啊，不客气了。出事那天早晨你在家吗？我不在，我去买菜了。哦，那天钱丰年和程佳明上楼，说是碰上你下楼倒痰盂。是啊。这就说明你是睡到中午才起来的，因为谁家不是一早起来先倒痰盂？哈，你看你们那天打了一宿的麻将，我想你没那么好的兴致啊，一大早睡两三个小时就跑出去买菜去，是吧？你看咱们之间说话，我总觉得你好像在回避什么呀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。我又不是有意想瞒着什么，我只不过睡着了，什么也没听见。再说我不想给自己惹上麻烦。是。啊，我自己来。谢谢。我听说你跟钱丰年的关系很好，是吗？大年是好人吗？我是说呀，赵敏对你们这种关系呢，他嫉妒不嫉妒啊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来，可真有你的。你怎么会想起倒痰盂这件事情呢？哎，这就是有老婆的好处啊。你怎么样？快了。小鱼啊，啊，我告诉你，有了家呀，这肩膀上又多一副担子。那可不。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想找一下裴成峰。好的。找裴总。好。裴总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想再听下去了，你看着办吧。
裴总，有人找。您就是裴成峰吧？裴总，你看。我只有两分钟的时间，你们别走。好，裴先生，我听说你们公司经济上遇到点麻烦。哼，哪家公司在经济上没麻烦？请别浪费我的时间。那好，赵敏他……啊，赵敏，他是我们公司很优秀的员工。那天他没来上班，下午我们就知道出事了。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些。赵敏是不是要出差啊？没有，两分钟到了，再见。我这个人受不了这种气。怠慢，怠慢。我听说有警察先生来找裴总，马上就赶出来了。二位里面坐吧。裴总不让接待他吗？哦。你看，二位实在抱歉，裴总说，哦不，在公司里裴总的话就是法律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那好，江先生，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啊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想到什么打电话给我。老万啊，你听我说，我刚去了医院，听大夫说呀，赵敏的伤势基本稳定了。赵敏伤势稳定了，嘿嘿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哎，等他醒过来说出凶手，那咱们这个案子不就破了吗？哎，咱们就用不着瞎忙了呀。哎，啊，我马上回去。哎，我说你也早点休息啊，忙这么些天了啊。哎，好。阿菊啊，这么晚了还给大娘送饭去？谁说我去医院？我去看我妈。啊，哎，听说赵敏给救活了。不晓得，你消息蛮灵的嘛。你这么关心他呀？佩玲，佩玲，开门啊，我回来了。佩玲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要抽烟，请到那边去抽。啊，真对不起啊。找谁？啊，我想看看赵敏。哦，对不起，不能进。我们医院有规定，陌生人不能进去的。啊，好的。
你听得见吗？哎呀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不可能的，我调好药以后特地检查过的，我真的检查过的，可能是病人烦躁自己掉下来的。啊，今天都什么人来过这里啊？就那些人，还有那个送饭的女人，还有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，我根本就没让他进去。不要哭了啊，好在发现的早，病人没事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啊！这种女人早晚要被人杀掉。一朵鲜花哟，哪个公司经济上没麻烦呢？老万，哎，阿菊来了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快请进。啊，把东西放那儿行了。来，请坐。我们有些情况呢，想跟你了解一下。你到日本去过几年是吧？你看咱们之间说话呢，你总在回避什么，好像。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？你上次到医院去给钱丰年送饭，怎么说是给你妈妈送饭呢？我想怎么说是我的事儿，你又凭什么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？没什么，我走了。阿菊啊，你有身孕，多注意身体，啊！这事你们就别管了，少怀疑我就行了。出事那天早晨不到8点钟，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，是找裴成峰的。我听得出是赵敏。裴成峰接电话的时候火气很大，挂上电话他就出去了，直到中午他才回来。哦，我注意到他换了一身衣服。你是指赵敏被害和裴成峰有关？哦，想象，我只是想象。可你看啊，以前我们公司业绩一直不错，是自从裴成峰掉了以后就开始年年下滑，公司搞得一塌糊涂，而裴成峰呢，又买跑车又买别墅的。哎，你们想想看，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赵敏是怎么当上公司的财务主管的？还不是因为他和裴成峰的关系密切。嗯，这件事啊，公司上下哪个不知道？啊，你说赵敏跟裴成峰的关系不错，可是你前边说的这个……哦，你也知道，最近检察院正在调查我们公司的账目。嗯，赵敏是财务主管，他一死，很多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你说的不了了之主要指什么呢？比如说分赃不均。嗯，赵敏不满足，想把这件事给捅出去，这些都有可能啊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嘛。哦，对了，赵敏出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都下班了，裴成峰还单独把赵敏留下来谈话。啊，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嗯，病人已经苏醒，因为脑部受了严重的损伤，精神上也受了强烈的刺激，所以得了严重的失忆症。啊，哦，哎，啊，哦，对不起，啊，我进去看看。老钱，小敏，我是妈妈，叫声妈妈。小敏，想起妈妈来了吗？
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要救救他，救救他呀！啊，救救他！别着急。来，小敏，你看这是谁？他是大年，前丰年，大年。小敏，他是大年，前丰年。小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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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敏。您别太伤心了。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像他这种情况，伤势这么重，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。至于将来能不能恢复记忆，像往常一样生活，这就很难说了。大年，等小敏一出院，我就接她回去。不，你要上班，她现在这个样子太拖累你了。爸，小敏，她是我老婆，啊，我不会抛下她不管的。大年。妈，这个事儿啊，要抓紧时间跟医院联系一下。嗯啊，妈，来，这边请坐。服务员，上茶。来了。你出去吧。是，老板。关上门。老万，我这餐厅刚开张的时候跟赵敏借过40000块钱，是他的私房钱。当时他说这钱不用还了，就算他入的股份。所以你这个餐厅就叫敏敏餐厅是吧？哎，你等等，拿包烟来。可是就在出事前的那天晚上，赵敏回来，他要我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他。他在哪儿跟你说的呀？就在我店里啊。当时他情绪很不好，说要钱急用。我说啊，我这个小店啊刚刚开张不久啊，叫我一夜之间怎么变出40000块钱来啊。老板，你先出去。哎，可当时啊他就生气了，说我不帮他啊。所以他在阿菊家里也把你给骂了一顿。哎，你怎么也知道？哼，你干嘛不早说呢？本来我想这事反正也没人知道，可现在听说赵敏给救活了，又得了什么什么失忆症，哎，万一他胡说八道起来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我昨天想办法东拼西凑了40000块钱，当时我就还给大年了，从此以后我跟他家没有一点关系了。害怕了？这我这么贵的衣服你也舍得买啊？嗨，看你紧张的，等明天我们家洪波让你老这是我在香港免税商店买的香水，送给你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，哎呀，太贵重了。哎，别跟我客气，怎么好意思拿着，走吧走吧。哎，老万，来来来。哎，谢谢。我们家小琴啊和佩玲是好朋友啊，你要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呢就尽管提出来。哎，我们呢尽可能的满足你。不不不，我没什么想法。那好，咱们就签个合同吧。啊，哎哎，不是，我干不了啊。万先生真是客气啊。啊，其实我这人吧从来都是被人领导，我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。您像这训练保安人员管理中心，我实在难以胜任。哎，洪先生啊，我求您一件事啊。您呢跟您太太说一声，就说我呀不适合干这工作，比别人都差。
哎，叫您太太呢，跟我太太说一声。这个，哎，其实我今天来呢，他不是我的本意，这都是我太太。我的工作挺忙，这手里正好有个案子要破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啊，那就这样吧。哎，啊，哎。哎，谢谢啊，洪先生。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啊，啊，好好好，好，哎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好。每周二晚上8点到9点半举行免费股市沙龙，由沪上知名股评人士。回来了。嗯。二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晚上8点，周六、周日的上午9点。饭吃过了吗？吃了。推出全天候的便民柜台服务。我给你烧了百合绿豆汤。好。哎，嗯，又不洗手了。哎，没事。哎，你们谈的怎么样？嗯，不想管了。什么？我干不了。为什么？不是我。案发当天早晨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医院了。去医院干什么？我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把我叫到这儿来问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哎，坐下。嚷什么呀？好。喂，我知道了，想扳倒我，哼，谈也别谈。赵敏什么男人没接触过？凭什么怀疑我？江玲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他们搞僵的。现在大家不是讲法律吗？啊，啊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啊，对了，如果有人威胁我的话，我可找你报警。你指谁呀？程佳明。哎。我请赵敏喝了几次咖啡，他就跑来威胁我，说我要敢碰赵敏，他就要揍我。哎，这我倒不明白了。我请员工喝几次咖啡，谈点事情，人家老公都没说什么，哎，他倒像戴了绿帽子似的那么激动。哎，你说，啊？这小子早晚要吃苦头的。回来了。哎，其实啊，我也不想这么早叫小敏出院，可是小敏啊没有老跑，再住下去的话，来慢着点。哎，我实在是小敏回来了，吃不消了。小敏回来了，小敏回来了。来，哎呦，小敏，小敏好吧？小敏好吗？哎，好，哎，回来了，好好好，好。哎呦，小敏啊。小敏，蛮好的，还记得吧？这是阿菊，哎，这是老舅妈，还有楼下阿婆。小敏，他都不记得，回来就好啊。哦！哎呀，这下你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去吧，回屋里去。谢谢了啊。哎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。哦，老板，嗯，你帮我开下门。哼，活该。来，慢着点啊。慢慢推。小敏，我们回家了啊。小敏，还记得吗？啊，来，我扶你到床上去。来，慢着啊。家里变样了啊！啊，我重新布置了一下。啊，为了小米，为了小米回来，我把墙壁都刷了一下。大爷啊，赵敏补的身份证啊，早就送来了。老舅妈，哎，你也在。哎呀，那这身份证啊，在我这儿摆了一星期了。谢谢老舅妈，谢谢啊。好好好，没事。哎，再见啊。谢谢。哎哎。耶，是回民啊？啊，他们回民啊，规矩特别多。哦，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习惯呢。啊，吃饭也得分开，现在好多了。我说啊，家里这副担子呀，就落在你的肩膀上了。
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我先走了。老外啊，哎，老外，嗯，再坐会儿吧。哎，辛苦啊，走了。谢谢老外，再见。哎。附近的居民呢，咱们还得多做做他们的工作啊。嗯嗯。好，你们有什么事咱们再联系啊。哎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啊，老外。哎。老外，出去、啊哎、你好。好好好。哎呦，这是帮着妈妈洗衣服呢啊，真乖。啊，再见。你别拿孩子撒气行不行？都一样。再说啊，你本来也不应该帮我签这份合同嘛。我错了，我不该签这个合同。不是，我求爹爹告奶奶，我问谁呀？我，你们都不听我的，我是多余的，我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，我。佩玲，你给我走开！小敏，小敏。签字吧。嗯，快点签呀！什么呀？哎呀，离婚协议书。啊，我签，我签。哎，我签了啊。我真签了啊，这一签上呢就改不过来了呀。哎哎，佩玲佩玲，回来回来。哎，哦哦，等会儿啊。喂，我万家宝啊，说吧。哎，回来呀。啊啊，对啊，什么啊？哎呦，那么大岁数吵什么架呀，真是的。哎哎哎哎，你们先让老太太回去啊，把老头留下来。哎哎，对，喂，哎，好，我马上到啊。哎哎哎，佩玲，我跟你开玩笑呢呀。你放开。你上哪儿去呀？你我到我妈那儿去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吧？你干什么？万家宝，你这生煎什么馅儿？当然是猪肉的了，生煎只有猪肉的最好吃啊。我就去给他买生煎，替他带回来。哎，他们回民啊，规矩特别多。会写吗？自己的名字？看来他的记忆还没有恢复。
我先走了。啊，两个礼拜以后再见。好，谢谢啊。嗯，走，就这样吧。啊，再见。啊，好，再见。再见，医生。嗯，医生，医生，再见。再见，医生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根据钱丰年近日的反常表现和我的推断，犯罪嫌疑人应该是钱丰年。王家宝同志的推断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，马上对犯罪嫌疑人钱丰年刑事拘留，以防止犯罪嫌疑人出现新的动向。我大年，居委会通知开动迁会，知道吧？知道了，待会儿我就去。哦哦。
小敏，你看你又不听话了。咱们说好了，我们两个永远在一起的吗？你放心，你不愿先吃，那我先吃，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。吃完了，我们就永远在一起我，快开门呐！你救救他！你救救他！放开！钱丰年，杀我！我没有杀他，我疯，我他妈疯了！你继续说。他还逼着我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我不答应，他就骂我。他还说。阿菊，肚子里的那个孩子是我的，还说要是我不答应离婚，他就要把我搞臭，我就跪下来求他。他还打我耳光。后来。小敏，小敏，你不是走了吗？小敏，求求你，你给我让开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小敏，把布给我，你让开，给我，干什么你？你让开，你给我，小敏，到底大牢了你？我不是故意，你跟我凶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小敏，没用的男人，我打死你！你听我说，我打死你！小敏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没用的男人，哎，没用的男人。我看你凶，我让你凶，我让你凶，我窝囊了一辈子。我忍不下去。你伪装了现场，处理了凶器，中午又故意邀陈佳民到家里拿钱，可你怎么也没想到赵敏会被救活。当你听到赵敏有活下来的希望的时候，就想再次除掉他。
儿子，今天学什么了？小夜曲。啊、哦，哎，爸爸，为什么老是滑下来呀？哎，爸爸缺肩膀。爸爸，妈妈是不是因为你缺肩，才不喜欢你的？嗯，谁说的呀？走，佩林啊，跟我回去吧，我和毛毛就在你们家附近啊。我求求你嘞，啊？什么？怎么求啊？啊，嘿，我要是浪漫起来，可吓死人的呀！喂，哪个在接触啊？这半夜三更的，神经有毛病啊！吵死了！来，儿子，打拍子。喂，这么晚了，哎，太辣了耶！下面他干什么啊？难听死了！听得懂吗？了，小夜曲。嗯，妈妈。佩玲。儿子。佩玲，哎，今天电视里啊有我们的庆功大会啊。真的？那赶快回去吧。哎呦，来不及了。哎，咱们到店里去看，好吧？啊，走走，儿子，快！哎，佩玲，快点，快点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哎、啊，这是庆功大会，你看看。那，哎，这是我们组长。本市公安系统今天召开了庆功大会。哎，小鱼，哎，毛毛，小鱼叔叔。哎，你说有你在哪儿啊？哈、啊，别着急啊，一会儿就有了。哎，你等一会儿，他摇过去啊，二排28号。嘿、哎。哎哎哎哎，那肩膀就是我。爸爸，嗯，怎么没有你啊？管他有没有呢，反正案子破了就行了啊。还庆功呢，连脸都没有。哎，看见肩膀了啊。天生的血肩。